兰州这儿这个就是这个明火烤肉，这是它的调料。哇哦！好多朋友都在外面等啊，人很多呀。这个地方从下午的，应当是从4点钟就开始在这儿排队。好多朋友就站在外面吃，就喜欢这种感觉。辣椒，好的，很快呀、啊。刚才这个寿司，它这一把能烤70串，70串一把子是20串羊肉。咱们这一把羊肉是20串是吧？20串羊肉是40块钱啊，一串是2块嘛，哥。咱们这儿主要几种烤肉呀？说是有烤肉，也有那个蹄筋，还有腰子是吧？肉筋、头筋、大腰、小腰。哦，大腰、小腰啊。对。这是已经烤好的啊。烤得很快，我看这一把子刚才大概用了5分钟不到，就已经烤好了。外面的朋友们肯定是点好了，在外面吃。他这儿这个招牌是在上面写的“庙摊子嘎蛋烤肉”，是有个招牌的。朋友们，一把烤肉已经点上了，这个地方只能站在外面吃，没有座位，然后门口放了一些小凳子。现在我们就站在这路边干肉吧。他这肉串就这么大个头，我要的这是一把子肉，这是20串羊肉，40块钱。看着还颜色看着还不错，对吧？它这个烤羊肉还是很有嚼头，基本上是三块瘦的一块肥的。已经好多朋友在这儿吃呀、啊，他这儿当时在这儿烤，吃饱了。这个地方这个肉串已经穿好了，全部在这儿放着呢。他这是2个炉子在这儿烤，这儿有个炉子，然后这是朋友们点的这个饼子加肉。